FPV 系统的整个连接方式。那 FPV 系统有摄像机、图传，然后显示器三个部分组成。我们来看看怎么连接。这是 FPV 线，接上。这个是图传 ，OK， 图传。那这根线，黄色对黄色，黑色对黄色，棕色对棕色，接上。这里黑色跟红色对好，黑色红色，红色在中间接上去。好，现在连接。然后显示器连接，现在默认它已经对好频的，然后如果还没有对好频率的话，就可以按一下自动搜索，这个它就会自动搜索频率。这就是FPV 系统。